九龙湾是香港人口集中的聚居地，除了众所周知的交通便利之外，原来这里还有很多生活品味。今次介绍的屋苑可能就啱晒对生活有追求的你呢。在80年代中期入伙的德宝花园是九龙湾其中一个著名屋苑，人称九龙湾三宝之一。整个屋苑由八座物业组成，提供约2000个单位，接近七成的单位都是一房式设计，平均面积大约250至300尺之间，剩下三成就是接近400尺的两房单位。德宝花园虽然没有住客会所，但是就拥有屋苑室外泳池，同区实属罕见。而屋苑最大特色就是拥有自设的特色商场牛下新城。德宝商场2016年翻新重建，改名牛下新城。整个商场以拆卸的牛头角下村作为主题，除了充满怀旧气息之外，还有不少的美食和小店进驻，成为九龙湾一大特色。交通方面都不需要多作介绍了，德宝花园距离九龙湾站大约只是5分钟左右的距离，而且港铁站附近遍布大量的巴士线，去哪都咁方便。如果你喜欢九龙湾，又想附近环境比较绿化一点，乐雅苑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。位处于振华道的乐雅苑属于80年代中期的居屋，屋苑以6座组成，全部一梯八伙，合共1331个单位，而大部分都是接近500尺的两房两厅间隔，市正又实用。屋苑景观主要是佐敦谷公园和山景为主，某些地方的景观翠绿优美，十足西贡一样翠绿宜人。平时假日可以去到佐敦谷公园，同朋友或者一家大小野餐消闲，都是一件赏心乐事。由于屋苑连接附近的乐华北村，住户可以共享村内的设施，里面由街市到民生小店都一应俱全。如果喜欢行街看戏和 shopping， 附近的淘大商场和德福广场也都可以满足你的愿望。不过走到来德福广场，没理由不介绍这一区的地标屋苑德福花园。作为东九龙首个铁路上盖屋苑，德福花园这么多年来都是区内置业的热门首选。屋苑供应接近5000个单位，单位的户型比较多，但是都以两房设计为主，面积大约500至600尺左右。德福花园其中一个热门原因就是单位够实用，普遍都接近90%实用率。不过最令这里的住户感到幸福，除了是九龙湾站上盖之外，就要数到这个最强生活圈了。楼下就已经是著名的德福广场，潮流、生活、美食、娱乐都已经样样齐备。如果想多些选择，还可以在交通交汇处乘坐专车前往 Megabox、 九展等等的大型商场，行完就可以坐回专车回家，方便程度真是区内罕见。两站之隔的观塘大量开仓隐世小店，随时任你发掘。喜欢去 shopping 买东西的人士，德福花园简直就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天堂。听完以上屋苑介绍，是不是还想知道多些呢？记得立即联络美联物业啦。